不知道大家做过弊没有啊？我呢，先来自曝一下，哎，我做过弊，最开始呢也是小心翼翼啊，后面呢就变成了光明正大、肆无忌惮。接下来呢，我就来讲讲我作弊的故事，那是在大学里面一个对别人来说平平无奇的考试周，但是对我来说呢，却是异常艰辛的一个考试周，因为我需要在这一周时间里面考三门课。相信上过大学的朋友应该都懂吧，这一周考三门相当于得只用2天啊就要学完一门课。其实呢，这还不算是最让我头疼的地方，最让我头疼的呢是这三门课里面啊有很多那种公式，哎，需要记忆。2天的时间呢只够我理解并且运用这些公式，但并不足以让我把这些所有的公式全部给记下来。尤其是工程学上那些所谓的经验公式啊，那简直就是毫无道理，基本上就是全凭经验，哎，给一个公式里面填一堆参数，是把所有参数全部记下来，哎，这是最痛苦的。因为这些呢很容易跟其他的那种经验公式的参数搞混，所以迫于时间的压力，哎，我就有了打小抄的想法。但是呢，这么多的公式要原封不动的全部抄下来，那就不是小抄了，那都是大抄了，这样呢就很容易被监考老师给发现，对吧？于是呢我就开始精简我的大抄啊，那比如说这个公式 sin 平方加上 cos 平方等于一，按照它原来的样子写出来可能会占很长的空间，那我这里精简以后呢就变成了 s2c2 等于一。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呢，我终于是把大抄变成了小抄。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监考老师仔细一看的话，哎，就能知道你这东西啊它可能就是小抄，毕竟上面有英文有数字还有这个数学符号，对吧？于是呢我又给我的小抄做了一次升级。这次呢我直接把 S2C2 变成了一句歇后语，叫做酥酥脆脆一口闷。这里的酥酥指的就是之前的 S2 两个 S 嘛，脆脆呢就是两个 C 啊，就是指上面的 C2， 一口闷就表示，哎，这是等于一的。而且呢这一口闷是不用写在小抄上面的，它毕竟是一句歇后语嘛，只要看到前面的酥酥脆脆，哎，我就知道后面是一口闷了。所以在理工类考试上面啊，这些监考老师看到我小抄上面写的全是那种成语啊诗句啊啥的，他估计也没办法觉得我这是在作弊吧，就算他觉得我是在作弊，他也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在作弊吧。那么此刻呢问题就来了，虽然一开始打小抄这个行为啊是很明显的作弊行为，但是到现在我这个行为还能被算作是作弊吗？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觉得我是在作弊的话，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之后呢我这个小抄还在进化，直接小抄都不打了，直接在大脑里面完成了就所谓的记忆宫殿。但是当时我还比较菜啊，还需要外物的辅助，比如那个时候呢就买了一些这个上面有各种各样花纹的衣服，然后通过这些花纹啊和这个要记忆的内容产生联想，哎，最后呢来产生记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考试穿的那件衣服上面那些花纹啊，哎，这个才是我的小抄。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这是在作弊吗？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对于作弊这个东西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作弊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奇葩很复杂的东西。那在刚结束的全国无畏契约大赛上面啊，前职业选手就被曝在线下赛上直接使用作弊软件开挂。最近呢也是直接把开挂作弊这样的字眼推上了风口浪尖啊，就连我的瓦圈好友 EQL8 也忍不住来我这里问我对这个开挂作弊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我只能说我是坚决抵制和排斥游戏开挂这种行为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做到不论出身做到公平的地方并不多，而竞技游戏呢貌似是为数不多的能做到这些一点的地方。但是总有一些人呢为了自己的私欲啊决定去开挂，去破坏整个环境，去玷污这一块净土。那虽然我与这个开挂狗作弊者不共戴天，但是呢我也只能说作弊啊它其实是人的本性，就是有的人啊他生来他就带着一种作弊的属性。那在2009年的时候啊，有的科学家就用核磁共振技术检测了作弊者和诚实人他们在面对相同抉择的时候大脑的情况。诚实的人呢他大脑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多少的变化，但是作弊者啊，无论他有没有作弊，无论他说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他的大脑呢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他大脑前额叶的那个区域啊就特别亮。所以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这就是一种作弊者体质，这种人呢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他就会想尽办法去作弊，去不遵守既有的规则，去走捷径。那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为了人类的这个传承以及发展，人类呢就分化成了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老实人，很听话很保守，那人类自古以来累积的知识文化底蕴经验这些东西呢，哎，这种传承就靠这部分人了。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很刺头很叛逆，也就是拥有作弊者体质的这波人，他们总觉得旧有的规则旧有的东西不好用，哎，总想去打破陈规去搞点新的东西。而人类文明的创新社会的向前进步基本上就是靠这波作弊者体质的人。
但是这个创新创业、啊、都是有风险的，对吧？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所以呢，这个人类社会的分工啊，真的是很明确，有的人负责守江山，有的人负责打江山。而你是守江山的人还是打江山的人，可能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哎、就已经被决定了，你的属性呢可能就已经被决定了。但是有的学者呢也持反对意见，他们觉得所有人只要条件允许、哎、那都会作弊。他们觉得作弊啊是人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在这篇研究里面，这个研究人员呢就让一些玩家和 AI 进行对战，但这些玩家呢并不知道他们对面的是 AI， 他们以为对面的也是其他的玩家。而这些 AI 在跟这些玩家对战的时候呢，他们一会儿是正常玩，一会儿呢他们会开挂玩，就他这个水平啊，一会儿是个正常值，一会儿呢就会变得很厉害。反正呢他要保证他 50% 的时间是个正常水平， 50% 的时间啊是开挂的那种超常发挥的水平。在游戏结束之后呢，让这边的玩家对对面的玩家，也就是对 AI 进行一个评价。那相比那些一直开挂和一直不开挂的 AI， 只有这一组的 AI 他们得到的评价是最像人类，并且呢人类玩家也最希望跟这一波 AI 继续玩耍。所以人类的本心啊，他可能并不讨厌开挂的，他还是很喜欢和那种开挂的一起玩，只要你开的这个挂呢不要太过分啊，不破坏这个游戏的平衡，哎，大家都还能接受。就比如说像最开始那个英雄联盟助手啊，就被视作是外挂，因为他有个那个野区刷怪那个计时功能。那现在呢大家都在用这个功能，对吧，还用得挺开心的。但是像无畏契约或者 CSGO 这种、FPS 游戏里面的锁头挂呀、透视挂呀，对游戏的平衡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目前呢我们还是基本上接受不了的。不过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接受不了的不代表我们以后接受不了，就像曾经的英雄联盟助手一样，对吧？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接受这种外挂呢？哎，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在人类患上科技一知一眼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以前看重的能力它可能已经不重要了，人人都有一知一眼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物理外挂嘛。那个时候我们在游戏当中博弈的点、享受的点、体验的点可能已经上升到了另外一个维度。比如我怎么样才能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哎、让你的这个意志失效，或者说让你的意眼产生混乱，看到幻觉，哎，自己攻击自己，自己瞎操作，对吧？那当那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幡然发现啊，就是人类在这个游戏里面开挂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想想当年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游戏的、现在要么就在我们的餐盘里面、要么呢就被我们圈养在动物园里面。 Peace。